So long, lovers island. Me and you. It's like a honeymoon is over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，我是三柚子。我们现在是在舟山，然后其实为什么来到这个地方呢？其实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呢，就是上次推送那个视频大家也看到了《青旅四季》系列的片子，我们也是为了那个片子而来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呢，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经常私藏的一个地方啊，就是经常过来夏天过来玩水，必须要来。所以这是在繁忙的间隙呢，就是我们也把我们的夏天的神器啊也带过来了。这个包里面就是我们夏天经常玩的那个叫做桨胆。它跟冲浪板有什么区别吗？在我的印象里，或者在我的那个知识范围里面，就是桨板的话比冲浪板更亲和一些，更亲水一些，然后也上手更容易一些。龙回头，冲浪板因为它就是一块嘛，它不是充气的，硬的，对，它是比较硬的，所以你基本上就一块就塞车里，要是你车小的话就不太方便。然后这个的话其实它是比较小，然后比较便携，因为它是充气的。这里的话就是还有那个就桨嘛，那冲浪板一般是不会用桨的，桨板啊它才会用这个桨。那么桨板其实有个好处，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坐着，你也可以站着，然后呢你也可以在上面躺着，还跪着。对，大家已经听到这个海浪的声音了啊，然后这段画面我会配上大海的一些画面啊，大家可以想象啊。我们接下来就会把这些装备呢，接下来先得充气好吗？对，带到海边去，然后演示就怎么打开，然后怎么充气啊。好，行吧，走吧。它其实打开就这么一卷儿，就很小，太小了。现在就来充气吧，因为我这块板的话它是比较特殊，它是有两个气室，一般只有一个气室，我这个是两个气室，我先充小气室，然后十年后。你喜不喜欢红色你还没这个板其实很硬的，就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里面不是一个空的，它里面是那种拉丝的柱状的一个结构，它会把里面这个结构给撑起来，所以它是非常硬的，它不是像纸球。那么现在我就下去试一下吧。洋洋我的脑看到 Sing with me